培养专业教练，打造教练人才梯队，他们从未止步。这一生就做那个一件事，融入文化生活，夯实训练基础，他们全面发展。因材施教，把这个运动员有什么特点，什么是他短板，什么是他强项，包括他心理上的培养都很重要，要全面给他发展。还更重要就是，当然队员要有一种使命感，要一种精神。欢迎收看《感悟中国》栏目，本期节目《福建举重人的中国梦》下集。2015年9月21日上午，国际举重联合会主席塔马斯·阿让、秘书长马文广，在中国举重福建马江基地为国际举重联合会培训中心授牌。塔马斯·阿让表示，国际举联会在马江基地设立国际举联训练基地，他希望中国能承办更多的国际训练营，让更多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来到中国训练。福建举重经过几十年风雨历程，由过去没有训练场地到川石岛艰苦训练，直至今天马江基地发展为全国举重基地、世界举重中心，成功打造世界级一流训练基地。在马江基地建成后，作为国家男子举重和福建省举重队原总教练的陈文斌没有就此停下脚步，为了使福建举重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陈文斌开始注重对青年教练的培养。一个团队或者一个项目的好坏，尤其是竞技体育，要走到世界，教练是关键因素。啊，一句老话叫“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在”。啊，也就是我们的运动员世界水平的这些毛子，可能经常都有，但是你没有伯乐，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材料，能走多远。我们这个体育教练啊，不但你发现了，你还得把他一步一个脚印往上推。把一个青少年培养成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这需要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长期配合。深知教练重要性的陈文斌，不但打造出了以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为主的金牌团队，还打造出以万建辉、陈勇等为主金牌教练团队。打个比方，如果我十几年前不做这些事，现在临退休了一两年才开始选这个接班人、选这个年轻教练，来不及。啊，他的底子、他的厚度、他的能力就很浅，他撑不起一片天。2012年伦敦奥运会，金牌教练万建辉的优秀弟子林清峰，在男子举重69公斤级比赛中获得金牌。林清峰出生于厦门一个普通的家庭，收入十分微薄。一开始，林清峰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曾经两次被福建省队退回。在第三次重返省队，师从万建辉后，才开始崭露头角。啊，林清峰就相当一个，就是像一只黑马一样的，就突然间就爆发起来。经过了几任教练，都是基本上就是继续了几年，就是没看好就退回去的。最后没有看到，哎，这孩子其实从骨子里面是有骨劲的。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取决于骨子里面的那种不服输，觉得自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主要你觉得这个练这个东西啊，也是自己喜欢，也热爱它。除了